方向跟目标就是台北市长吗？对我个人来讲，我说2026不会缺席。民进党有没有可能给我这个机会去争取，或者是去为民进党来去努力在艰困的选区来去赢得一席。你脸书下面的 po 文，或是甚至传出党内好像也有意说你有可能来选基隆市长。我是基隆人，我对基隆也非常的有感情，也希望基隆能够越来越好。未来在哪一个位置，其实我也提到2026我不会缺席，那我会尽全力的去争取每个可能。